Go, Maya, go.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大家好，现在在土耳其啊，土耳其一个小镇上。这个镇上没什么出名的景点，不过有一个湖很出名。今天呢，我和妈一起去看一下啊。这边小镇啊，哪哪都不太好，唯一好的就是景色真的很漂亮啊，这边超美。这边养羊的，那边还有鸡，这是农场人家。Hello， 啊，羊也没见过外国人。跟这个湖边开了半天了，全都有这个栅栏，没地儿进去。我们本来想说翻进去的，前哥有个土耳其大哥叫我们过去，可能他知道路在哪。进来了，进来了。身后那个两个好心土耳其大叔，他好像是把这圈成农场了，然后他栅栏那儿打开一个门可以进来，前面就湖了。奔跑的羊，哎呀，这农场真好，全是羊，你们看，太阳挡住了你。Don't move!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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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太阳光给你们挡住，看到没有？前面全是羊，一片，一片全都是羊，好多呀！啊，其实也不多吧，好像100多也就。然后这是那两个大叔的农场啥的，这小农场嘛，这草还挺好的，你看这草坪啥的。这种绵羊好像没事，好像山羊会把这种草根都吃了，绵羊好像，绵羊好像吃那些草什么的，不会吃这些绿色的，吃那些干的。Let's go. What's that? The mouse. 这些好些小山包是老鼠吗？还是土拨鼠啊？刚才反正在那边有好多地洞，妈呀，说是老鼠打的。羊羊好黑呀都。现在是离湖还有一段距离，下来不行了。这个大洞 ，It's mouse, right?妈呀，一个大老鼠洞。哎，能有烟给它熏出来，好像我看视频的话。Free dinner， 你看那边很漂亮。嗯。Yeah, free dinner。现在快到，已经到湖边了，就是那边全都是泥。你们看，再往前走，我估计人就掉下去，我不太敢往前走了，已经。这边特别那什么，一踩一个。大深坑去，虽然前面泥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往前面去看一下，我就怕我俩人掉下去。Hold my hand， Maya， take this， you take the camera， just slowly， okay， and give me your back， back， okay， your phone， where's your phone？ I don't know。 Oh， here， okay， let's go， okay， go， the camera， okay。Higher camera。前面这泥更大了，不知道能不能过去。Oh, oh. Oh, we can't. No, no, no. Back, back. No, no, no. Oh, I wanna see what bird. How say bird? Bird. No. Oh fuck. Oh, oh my god. Back, back, back. 那前面实在过不去了，前面这泥，再往前走一段，估计。Look at the camera.OK， 嗯，往前走一块，估计就我们人都掉下去了。Look at the camera， OK， first， OK， you make up， yeah。嗯，刚才他就反正不知，刚才就是太高兴哭了啊，然后他眼妆都花了。Maybe go there， maybe go there， maybe go there， from there， right？ Yeah， the bike。Where's the bike? There. Just, yes. No bike now. We just go lake. Okay. I don't want to die here. Okay? Flamingos. What's flamingos? Flamingo. Oh, the bird. Pink bird. Yeah. Oh. 这边是什么鸟？好像是那个火烈鸟，粉红火烈鸟吧？你们看。妈妈说这边有，这边哪有？我没看到。Where? There. I think maybe.
还是我拿着相机吧。本来想让说他拿着，他都就是，他都他瞎举相机就是乱举，还是我拍吧。嗯，他现在前面还有一条路可以去湖边啊，就是泥巴没有那么湿了，可以走的。知识棒。嗯。知识棒。知识派。知识棒。Back, what are you doing? 到湖边了。这些是鸟的便便吗？ It's shit, right? Bird, no. Bird shit. 还是海藻？哦， no, 我直接陷下去了。啊，妈呀，说树叶啊，海藻什么的吧，我也不知道。妈妈说这湖以前可大了，那边都是湖，但是退了，湖来越来越小，就跑这儿来了。好漂亮那边。Come here. 拍个封面。OK. 你们听鸟在叫了吗？还有垃圾，本来说想钓鱼的，我以为这我以为这个湖呢就是我 no 这边好像走不了，直接陷下去了，还要绕。本来说我们想钓鱼的，结果妈说这边钓不了，这边确实钓不了啊，就是海滩呢就是太浅了，没有鱼，没有那么长的鱼竿。哎呀，之前说来这边露营呢，我第一次来玛雅这家这边小镇的时候，那时候是夏天嘛，现在也冬天了，晚上露营估计跟着冻死了。那边有看见很多冒泡没有？我说是鱼，他非说是鳄鱼啊，我说是鱼，他说是鳄鱼，然后过去看看，这路能不能走啊？哎，那 it's okay， 看一下冒泡是啥，是鱼吧？难道有什么？不知名钓鱼人在那打窝不成？还是温泉呢？我的天，这块太那什么了，幸亏我没弄沉，要沉就掉下去了。 not crocodile， you have crocodile？ No， maybe yeah, we can eat crocodile， tastes like chicken。 这边更不能走，直接掉啊！天哪，你看这儿，我天，Let's get something. Yeah, get that. Use that too. This. 对 Go. 用树枝戳一下这个冒泡的东西。天哪，我不敢动了都。我太沉了，我这你看。天哪。妈呀，他怕是鳄鱼啊，他跑了让我掉。哎，哪来鳄鱼呀？那真鳄鱼估计我也死这儿了，这儿都跑不动，我掉下来。嘿，呜，嘿，哎，那太软了，这个。It's not crocodile， 闻起来挺恶心。那边还有一个，太漂亮了这边，不过好像没啥可玩的。现在要溜了，好像。妈呀，他踩那犄角把他吓坏了，他说想走了。现在去超市买点东西。看着好多呀，是不是兔子的呀？还是老鼠的吧？兔子没这么小。没有。洞更大了，兔子王八难道是？你们看，反了，这边，天哪，这个大洞，哎呦，有千年蛇精吗？会不会？好家伙，家人们，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是羊的吗？这边还有，好像是羊的啊。那死了的羊让什么吃了？然后这边全是洞，你看，不会有什么超级大蛇精在这儿吧？把羊吃了，我的天哪！啥玩意儿弄出来的洞？你们瞅，天哪！这真是有千年大蛇精吗？你们瞅那边，吓人啊！他还不舍得走，是挺漂亮的啊，这块。嗯，Maya take camera, slow, okay? Yeah, let's go.Back, just go. There, right? Look, there. Sure? Yeah, I'm sure. Maya 找不到车了，他视力，也不说近视吧，没有我视力好，他没有看到，我看到，车就在前面。You want pizza? Maybe. Yeah, but pizza is 70.Yeah. Okay. Not cheap. Maybe we can eat the name noodles, just 8.5. Okay. Lira, yeah, right? Cheap.这边超市卖的那种面制品还是挺便宜的，就是那种一袋儿1000克吧，1000克的意面，人民币的话才2块钱这边。很便宜，就是够我和妈呀还有他妈妈三个人吃一顿了，2块钱的，很便宜。终于回到绿草地，也有羊粪蛋了，上面 sheep shit。 No no not sheep, it's chocolate. You want a chocolate ball? Where is chocolate ball? I get chocolate ball for youYou can't eat. No, you I'm eat. I'm not hungry. I like chocolate. You like chocolate. Oh, it's big. Big shit chocolate ball. 这么大个儿。这么大个儿。That big one. Really, really big. 这个超大洞。清晨就像花正开。现在准备去买点东西了，给狗狗买吃的，还有给我们人买吃的。下来，溜下来。都在看我们这群羊。Slow, stop. Stop, stop.没见过人是吧 ？Hi. We can get one free dinner. 那边有个包拯，黑脸包拯，看见没有？人全白了，就他一小黑脸儿。包拯，包拯羊。拜拜。咩。咩。咩。我看视频，人咩，他跟着咩，这群羊怎么咩呢？听不懂中国咩是吧？咩。汪汪。咩。Let's go the bad sheep.那只羊上面还带个铃呢，走起路叮叮叮叮。嗯 ，Hello。Let's go go go。拜。你们看，天空变红色了，突然。哎呀。曝光不好了，看到吗？变红色了，突然漂亮。之前是黄色，现在红色。2 hours later。
买了好多好多的面包。如果在超市买，大概2块钱一个。然后妈呀，去的妈呀妈妈的朋友那边买的，好像是大概就1块钱一个了。买了得有30-40个面包，一堆一堆。今天晚饭可能就面包了，面包。然后还买了个冰淇淋，你看10块钱，1500克啊，草莓。还有奶牛奶巧克力，草莓不太好吃啊，巧克力还可以，巧克力好吃，牛奶就还行。还有我上次说的这个绿色薯片，好吃啊，大概3块钱一袋吧，贼好吃这个绿色的。还有个带上面带草的面包，不打地板，我刚尝了，吃不惯。然后每天在妈妈家日常可能就是这样。买点东西，到时候溜达溜达，干干活，就是，挺说呢，也不能说无聊吧，就是很平静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麻烦的事儿，特别多的事儿，但是也没那么多事儿可干，差不多这样。然后这期可能就这样了，因为草太难吃了，拜拜。拜。拜拜。